我怎么会封家人们呢？真是的。那肯定是房管封的，那房管不给你当家人，那就没办法。那就没办法了。哇，血瓶小样，杀人戒出门，我就喜欢你们这些杀人戒出门的妹妹。我就喜欢你们这些杀人戒出门的。一没回复，二又没用，三伤害还不高。这波不能溢上去了啊！这波溢上去会被六个小兵集火，而且只能打到他两下，除非我们升到二级，这可以。不追了，让他亏一波兵，挺好。这一大波兵可有点多呀，他不如死在塔下。我说实话，他真不如死在塔下，他亏的有点太多了。他亏这么多兵，他亏了能有一级，两大波兵他没吃着。前期我们就压了他一级，来，我们帮这个包女儿看一下的啊。我不能这么走了，我这么走我感觉我要死啊。这波小心点皎月啊，皎月可能搁旁边呢。哎，皎月下去了，皎月他们去争蟹去了。塔下补补兵，饼干卖了买药，感觉不划算。来兄弟告诉告，来来兄弟给我给他封了，打扰我补车。先祭他骸骨肚层，勾他一下。走了，回家了，出个耀光的。下波可以杀了，下波就是他杀的时候，就是杀他的时候。
可以，这兵线不错，这边他必死。控住兵线，把兵线卡住。前排兵死不死已经无所谓了，主要是后排兵别死了。往上走来，可以。死了。别！哎呀，这都死了，玩个钉吧。六级杀五级还能给换了，我靠！那언제나최고지先消耗掉骸骨镀层，他不一定给机会了，他就不一定给机会了，明白没？你可能不明白。先把他骸骨打了，这需要打开，这块他有大，我没有大了。安心吃兵吧，不行就安心吃兵。我就讨厌这些人一直在这亮着那个牌儿，就很烦。好痛啊！더어려운일없어这波得去吃屎了，先不跟他打了。哎呦，疼！夹我，吃狗屎的，还是被他消耗的有点多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有啊，呀，说错了。不是 no R， 我想说 no flash， 说吃了。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적을처치했습니다他传送应该没好，两层打皮吧。辣，嗯，我马上到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所有英雄推线都这么快，只有猴推线这么慢。哎，可以杀呀，寒冰没有大。真的，所有英雄推线都那么快，只有猴推线这么慢。
你推线太慢就导致一个问题，就是优势拿得太慢了。我再推，我再努力的推呀、啊！你努力的推，这后排兵也打不死。你是没见过青钢影推线，青钢影还行，我觉得，我真的觉得青钢影还行。这波包女给你记一功，因为他给了我勇气。没有这包女，我不敢杀他。回家出三项。漂亮，嗯，这把这样吧，这把这样出，这把也不需要布甲海，也不需要水银海，我们来一个西地海。对面没有控制，控制也解不了，那牛头二连解不了，那印性没有用。那我这把带印性干啥呀？我有病啊！我为啥带的是印性呢？哎，这把为什么带的是印性呢？这不是没有一个控制，一个控制都没有。有的控制全是击飞。跑，妹妹，夹我！再见。吓我一跳，吓死我了，他怎么大招好的这么快呀、啊、为什么他的大比我的大好的快呀、啊、因为他的吸地海吗？我大都没好啊，还追呀、啊、你要还追我们在这儿回城啊，看他还追不追。追的话他要死。上波他没放大，不可能，他上波肯定放大了。上波他没放吗？他有大他没放，不可能啊。他大招不可能在下路放，我怎么跟你说他不可能在下路放呢？就是因为他上，就是他去下路之前的那一波跟我打，他放大了没打过，然后他去的下路，所以他去下路那波是没有大的，就是都是一波一波的，他不可能复活了就有大，复活了就有大，那英雄太 bug 了，武器大师都不能复活了就有大。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跟他打的时候，他一定是有大招的，因为他去了下路一波了，他都死了，死完以后他又回来了。
卡萨丁能，你别说那你。你别说那几秒钟的，那蜘蛛还无限有大的，那蜘蛛包你，蜘蛛包你杰斯一直有大招，无敌人。这不萨满的包女吗？好像是。我杀这个刘，这 ADC 必须得死啊！这我居然打没蓝了。拉克斯不服，我跟你赌点啥的，俺俩玩，咱也不是说等级特别高啊，六级到八级吧，八级你拉拉克斯，我随便拿个英雄，我在中路把你杀了，然后你从家里边出来，你要还能有大，我算厉害，行不行？